好，今天已经要进入第18堂课了，OK。刚才已经有同学在线上见过面，回国。线上，我在开车来这边的路上。已经做完早上的第一场演讲，在现场，好在那个雅虎提醒过，违反交通规则，就是语音，哎，这个还是安全第一啊。如果你骑车就不要再来用了，开车按下去没差，好，这个收音他会自己收。来，提醒一下 Greg。好 ，Greg 跟群组有关，所以他其实就是右边来进行一下 group。所以第一个字以前 gregarious， 再一次 gregarious， 这个字平常不太会碰到，这个是托福雅思的词啊，但是你可以把它切一下 ，gregarious， 所以这里是 gregarious。OK，gregarious，gregarious。啊，那有学生说老师这字不好背啊，很简单啊，其实你只需要什么？联想一下。大家记得我们的联想金三角吗？来，等联想金三角。不是，所以会忘记。OK， 所以一定要复习。那是次数，复习的次数嘛啊。那联想金三角在这儿，来，赶快拍一下。字形、字音、字义。字形、字音、字义。OK。形、音、义。啊，我早上去超商买东西，啊，他在倒咖啡的那几秒钟，我忍不住去看了一下书架。然后就忍不住买了一本杂志，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科系啊，这跟人力资本，啊，现在其实不太叫人力资源的了，对，就你们公司还叫人力资源，这个还是旧管理，现在我们应该叫人力资本 ，human capital， 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资本，啊，微博早上发了一篇文章，不讲赚钱的老板都是耍流氓，啊，这个其实是。以前我忘记是毛泽东还是谁说的一句话，啊，是吗？不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都是耍流氓。那后来就有人把它改成了多普通版本啊。所以他说，老板就是要让员工赚钱，所以每一个员工其实都是 capital 资源。那这个资本如何放大，如何越来越多的价值，就看公司会不会去。跟员工合作，那这其实让我想起那个逻辑思维的一本书，就是樊登代班联盟那本书，啊，他就讲这个概念。好，我回来，三个我们是字形、字音、字义，字音、字义 ，OK， 来，那字形、字音、字义，所以在那里是 gregarious。有同学说老师这个字很难背啊，我都不会。一者群工哈，台语也要讲，这样啊，规个拢好 Gary。Gregarious 啊，归也拢好 Gary 啊，大家都有东西给 Gary 嘛，那，啊，你就全部都 Gary 啊，就这样 ，Gregarious， 就这么简单啊。好，所以下面，啊，其实还有一个字叫什么呢 ？The Gallery，G A， 这个字。这个字有没有背过啊？可以，好吧，马上练习一下。来，我们进行一下 gallery。啊 ，gallery 叫做艺廊、画廊啊。本来它是比较 gallery 私人的嘛，哈。比如说中孝东路五段那边好像蛮多的，阿波罗那边蛮多这种 gallery 私人的艺廊、画廊。结果呢，英国人后来把这个字拿去用在哪里了？用在他们的国家美术馆，所以让这个字后来变成了美术馆。啊，因为我们本来觉得博物馆、美术馆应该用 museum，
museum 那个字嘛，对不对？其实 museum 这个字也是有字根的哦 ，MUS 代表智慧娱乐女神，宙斯的九个女儿之一，后来变成了音乐 music， 后来变成了娱乐 amusement park， 后来变成了博物馆 museum。OK， 所以博物馆一定是吃饱还是没吃饱去的地方。没吃饱，你还会有闲情逸致去博物馆吗？啊，台语叫骗笑，一定是吃饱之后才去的。所以这种休闲娱乐的东西，啊，就是现在为什么现代人比较重视这一些？因为就是吃饱了没事干嘛，不然怎么一直想抓饱呢？台湾什么都开放，啊，日本都很担心什么国防机密啊、皇居的居民定位被泄密。台湾怎么都开放？台湾不是说快？对，就是已经开放了，真的假的？有人抓了吗？有抓过几只的？我抓过几只，因为我还没有，我问一下体验的。人生就是一场医生，好像有抓过，没有？你朋友，那你听你朋友说分享怎么样？哎，很吵，热潮而已。OK。说日本兵都很担心啊，因为怕有人设定要到皇居，就是天皇住的地方去闯，怕有人半夜会翻墙进去，怎么样造成危安的事情。还是在你这 gallery， 然后所以 Kitty 有背过吗？有好背吗？好背就是正背、倒背、跳背，不好背，因为你没有什么联想。对，还是回到这个联想，还是在你这 gallery。来 Kitty 前面两个字叫。GA 后面两个字叫好背吗？不是很好背吗？哈，来再一次 gallery。好，所以万一我以后开了一个很有钱之后哈，我又开了一个艺廊，对不对？其实我以前真的有想过要开艺廊哈，就是小时候还在画画的时候哈，刚进高职的时候，万一我真的开了一个艺廊，我就叫 Gary's Gallery， 但是缩写不是很好听。GG， 年轻人说，哎，你的 GG 掉了啊 ，GG，OK，Galle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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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你看那是不是又是一个影响，对不对？哎，要不要去 GG 一下？原来是去 Gary's Gallery， 哦，这样背，讲完了，讲完就背完了。所以唯一的限制就是你思维的限制。来，再一次 ，Gregarious，OK，、来，一七二。一切这个是跟妇女有关，我们来查这个海词给各位听一下，因为它有两种发音。Gyn。Gynecology. Gynecology. Gynecology. Gynecology.
喂，好，我来画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啊。第一个，G 这个字母，它有两个发音，第一个就是来听一下 G， 第二个呢 ，J， 把舌尾收长。好的，可以，好，大概是长这样。好，来听一下 J， 好 ，G 跟 J。那下一个问题，你会说老师，那什么时候发 G， 什么时候发 J？ 其实基本规律。基本规律呢，就是碰到三个字母的时候，第一个叫 I， 第二个叫 E， 第三个叫 Y，I E Y， 啊，另外一个类似的叫做 C 这个字母 ，C 这个字母发什么？但是呢，它有时候会发什么？所以它可以发，也可以发 ，OK。那什么时候会发 s？ 碰到 i， 碰到 e， 碰到 y， OK， 对不对？ i e y， 那 i e y 怎么进？有没有讲过？没有，很简单，又是联想。i 就是 y， 多久像？多久 y？ e 就是像？就是一啊，就这个一啊。啊 ，Y 就是啥？啊，拄着力啊 ，Y 不是 YOU 吗？那不是拄着力吗？啊，好，所以联想完毕喽。拄着啥？拄着 Y， 拄着啥？拄着力，拄着啥？拄着力。啊，拢爱安怎？拢爱死。好，所以结束，联想完毕。OK， 啊，拄着 Y， 拄着力，拄着力，拢爱死。所以本来都变成死，就这样 ，OK， 了解，基本原则，但当然有意外，啊，八成左右是这样子 ，IEY，IEY。那如果我们这边有几位在南洋街有上课的同学，如果你们有发音课本，发音课本的，发音课本的第几页 ，IEY， 忘记第几页了，所以老师也会忘记了 ，OK。有三个就对了，这堂课本上没有，这是额外补充的，是那个转音课本有啊。S K 为什么要讲转音呢？因为这个 G 其实跟谁可以转？跟 K 可以转。好，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G 跟 K 可以转，那 K 的发音不是跟 C 又一样吗？对，所以这三个，我觉得他们三位之间，啊，不晓得是命运的捉弄。还是蓝色蜘蛛网，还是大轮回，知道吗？这三位之间有一种不知如何解释的关系 ，C K G D K G， 就是他们会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都是在那个范围里面 ，C K G，OK，、okay， 其实后来跟德音法则也有关系哦，啊，它要重新启动，它重新启动。我也没办法重新。他刚才有提醒我说，什么什么要重新启动，然后问他，结果他真的重新启动了。啊，等他一下。啊，没在怕啊，对，我们就来讲冲绳了。第一，冲绳真的很热。啊，有去过冲绳几次吗？哎，然后有去过几天？八天，哇，好开心呐、啊。八天应该玩得蛮开心的。自己开车。对。不然，那我们四天而已，我就是重点。那你有什么新的？去冲绳。你有去那个那时候有那个塔吗？就是在宫什么立岛？因为冲绳有好多岛，他们导游有讲。他说很多老外到冲绳啊，就是岛一个岛一个岛跳来跳去 ，hopping， 他们叫 island hopping，H O P， 就是这个岛跳那个岛，这个岛跳那个岛。因为冲绳有160个岛，如果没记错的话，它目前只有40个岛有住人，意思就是说还有120个岛没有住人。
那边的住人就是很好，去生态旅游的地方，不是那种大批观光团，但是生态旅游。啊，跟他说很多老外都去一个岛跳一个岛。然后他们曾经为了一个岛，他乌里奥里，你有印象吗？亚乌奥里，公屿利岛，我想想去，没有啊？公屿利岛是其中一个离岛，因为它太多岛，上面只有300人。可他们后来为了这个300人，盖了一座，花了100亿日币，盖了一座桥，超多的人，为了300人，啊，盖了一座桥，可是很妙，很妙。我说为什么这样做？所以他就讲到那个冲绳人的很多的东西，哇，好多东西，他可能是拍太多东西了，叫我要重新。看一下 ，Windows 应该不会这样 ，Windows 就直接挡掉。对，因为我这台从我买来到现在应该没有重新开机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所以那天我在讲说，因为他都没有叫我重新开机，所以今天就叫我重新开机。OK， 好，公寓与地挡，公寓地挡。那后来那个地方被打造成什么？爱情岛。就是呢，冲绳人的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不是西方圣经的吗？那冲绳有一个版本，冲绳版的亚当夏娃，就是天神捏了一对男女放在冲绳这个地方，于是这对男女开始繁衍出冲绳的下一代。对，据说冲绳人是这样来的。那冲绳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听说它本来跟日本没有什么关系。他是琉球王，对，他是琉球的国王，然后跟中国历代啊明朝是不是有蛮好的关系，然后跟韩国那边也有蛮好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去首里城，然后应该有去哈，首里城，啊，如果你去过韩国，去过韩国几次了？韩国啊，去过韩国一定有去过首尔的那里，宫殿的地方，东大门是 shopping 的。有一个什么，宫还是什么，也是城啊，也是那个是国王以前住的地方，就是或办公的地方。那你会发现它里面的对联都是中文，都是汉字，都不是现代的韩文。现代韩文是现在才创造出来的。所以在冲绳也是首里城，其实它是中文守遵守礼貌的遵守礼貌的意思。好，来回来，这里是 Gregarious。然后下面一个，我们还是要查一下这个字。弟弟感冒了，过敏。气吹，那你现在没有在封口吗？啊？不吹又不行，吹了又那个。你说现代人真的是不是毛病很多？像前阵我们家小儿子。Gynecology。哎，请你讲 Gynecology。不过我听过另外一个哈，在你是 Gynecology。我猜有些是那个地方性的发音。然后查另外一个。我们家小儿之前一阵子呢，半夜睡觉没事，睡到凌晨4点到6点期间就开始咳嗽，就凌晨4点到6点，啊，然后他妈妈就说，该不会这样吧？7月了吧？然后我说应该不是吧，啊，先用科学的角度来验证，就是把电风扇关掉，就好了。吹冷气又吹电风扇，那可能它那个角落刚好，对，在墙壁弹回来，对，也会有弹啊或者什么的，就好多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先不要太迷信。哎，有一个网站，I love Flow， 这个有讲过吗？好像有几次有讲过。就把这个字呢，就背过来。
他有好几种语言的发音，然后他会找母语人士念给你听，这是比较冷门一点。澳大利亚发音，Gynecology， 美国。Gynecology，OK，再来听一下 Gynecology。OK， 不过我们刚刚不是说 G 碰到 Y I E 会变 G 吗？对吧？就会听过 Gynecology， 我也听过，啊，忘记在哪里听过了。但你要听懂，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在英国念书的时候呢，有一个字，英国人念都，这个字你怎么念？你从小都念 often 嘛，对？我去英国念书，我每个教授念 often。第一，人家是英国人；第二，人家是教授，你敢纠正他吗 ？Sorry， 不好意思 ，It's often， not often， 那你就死定了。对，没人纠正他，就说 often，OK，often， 大家听懂就好。那另外还有一次经验是在云中心，我们在云中心上课，还没有进硕士班，然后呢，老师一进来就说 ，Hello everybody， does anyone know？What D is to D? What D is to D? 然后大家就What D? 然后就冷了几十秒吧。老师自己打圆场，就说 We have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and Friday. 然后就Sunday, Monday, Tuesday. 他真的念 D 哦，他就念 D 哦，对不对？我不知道那哪一个地区的腔。就是有一部片是英国片，嗯，然后里面他们那个女生的班，他们在念日期不是念第一嘛，哈，不知道哪个地区的腔。对，我那时候没有问那个老师，说 Where are you from？ 是来自哪个区的？因为其实英国本身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融合，在英格兰本岛是英国人 English， 在左边叫威尔斯，威尔斯是威尔斯人哦。你跟他说你是英国人，他会翻脸，就像你是什么人，弟弟？对嘛，台湾人嘛，台湾 ese。如果你到国外去，他说the same Chinese， 你也不会觉得怪怪的嘛，所以一样的道理。他说我是威尔斯人，我是英国人，我是北爱尔兰人，我是苏格兰人。他会强调他的四个地区合起来才变成大不列颠啊，所以一样是各地区的啊。来，这里是 often。啊，不是很特殊哈，是有当地的。来，所以这里是 gynecology。OK，GYN 跟妇女有关。好，待会我们再来看例句。再来，第173，一起念一下 inhale。Inhale 叫呼吸，为什么呢？IN 不是里面吗？啊，所以吸入。那以后如果看到 EX 代表内还是外？代表外嘛，对不对？你看一下，是不是变成了吐气的意思？来听一下发音。Exhale。来注意发音哦，这里是 exhale。其实这里有个 h 对吧？它那个 h 有没有发音呢？根本就不发音。Exhale， 它没有念 exhale， 没有。Exhale，OK。所以这里是 exhale， OK， 对，很简单。那讲到呼吸，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个字根，跟呼吸有关的字根？来考一下，来呼，跟呼吸有关的字根，有印象吗 ？B R E 跟呼吸，啊，来 ，next 啊 ，spire， 什么拼 ？S P I R， 对啦 ，S。Spire， OK。今天我会讲的。啊，今天也会讲，你现在有预习哦。啊，你今天要讲是不是？啊，太棒。来 ，Wonderful。好，休息一下。Spire， 所以你自己有做讲义是不是？有，我有啊。哎，今天要讲的举个手。那让警方讲，两位，然后弟弟点头，猛点头是。有备而来，一只熊走过来，有备而来，
推荐你一下 Spirit。OK， 这个是呼吸的字根。那为什么呼吸？圣经典故有讲过。圣经典故，给你圣经典故。好，上帝吐了一口气，地上捏了把土，然后吐了一口气，然后于是人有了呼吸。对，人的呼吸来自于上帝的口气。OK， 好，不知道上帝有没有用德恩来。来进行 spirit， 如果你看过广告，对不对？所以 spirit 跟呼吸有关，那还有一系列的跟精神灵魂有关的字 soulmate， 刚好跟刚才讲的首尔不是吗？首尔，南韩那个首尔，发音模一样，多一个一，少一个一。那这个月，然后前几天开门了嘛，阿飘门开。Hungry Ghost Festival， 英文叫饿阿飘节。Hungry Ghost Festival， OK， 所以都有灵魂、精神体的意思，但是呢，用字不一样。因为 Spirit 比较中性 ，Soul 也比较中性，那 Ghost 有一点负面的意思 ，OK， 孤魂也阿飘的意思 ，OK， 很简单。所以这就是一个群组。那回来讲今天的，再一次 inhale， 好，吸入，吹口气 ，OK， inhale， exhale， 这个比较是运动的时候了，运动的时候会听到的词。来，一七四，提醒一下 ，helicopter， 叫螺旋，其实非常简单，因为直升机在下面，提醒一下 helicopter， 就这样 ，helicopter， 直升机 ，OK。来一七五，提醒一下 ，hesitate， 黏着固定在一个地方啊，关键字根在这儿，一丝，黏住，啊，一丝 here， OK， 那这个还有很多字哈，比如说，举个例子吧，黏住黏着 ，a d h e r e。你看是不是跟黏着有关？来看一下吧，提醒一下 ，adhere to， OK， 那从黏着黏住变成坚持追随者。好，这次我去冲绳玩，碰到一位台湾人，这边住35年，高中毕业就去了，一位妈妈，好，那讲话超快的，好，那因为我们有英文导游。是日本人，然后又有一位中文导游，就是刚好是台湾人，然后他那边住35年，因为我们团是马来西亚、韩国、大陆、台湾多国综合团，所以我们12月去澳洲应该也会是这样，就是多国综合团，其实蛮有趣的体验，就是有英文、有中文，然后还有个管家，管家帮你管所有的事情，大大小小的事。那这个台湾去的妈妈呢？她去35年了。好，那不管是当地的这个日本人、日本导游，还是这个台湾去的35年的妈妈，就是他们有一个共通点，他们就是对你很好。第一个，第二个呢，就会跟你说有空再回来怎样，冲绳玩。哎，就是心里就想说，还要再回来，很厉害，这个很厉害，这个是。心灵行销啊，比口碑行销很厉害，就是他已经收买你的心的意思了，就对你非常非常好。来，这名字 adhere， OK， 对，黏着坚持。好，所以这边请看这名字 hesitate， 踌躇犹豫。好，那犹豫踌躇跟黏住有什么关系啊？人黏住跟台语叫丢毒啦，丢毒，想得到吗？Brian， 想得到吗？各位有没有在路上看过有人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他想前进，走两步，突然又回头，然后又走两步，然后突然又回头，然后又走两步，知道吗？啊，自己有发生过这样状况的举手。有吗？请放下。好，这个第一个，你看，这是个人经验，因为我也干过这种事。就是突然忘了，忘了打死，又回头，回头。所以当你有这个生活体验之后，你把它拿来联想这个字，
实超简单的，正念是 hesitate， 就是你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不知道到底要往哪去啊？踌躇有是念踌躇吗？还是踌躇？我听过人家念啊，念台语的 you do 啊，犹豫不前不前的意思。OK， 好，176啊。那如果你要这个，你要去联想的话，其实有一个联想提供给各位参考。像这个联想，来请一下 here。Here， 你觉得有没有觉得跟这里哪个字 ？Here， H E R E， 不是很像吗？来，再念一次 ，Here， Here。所以心灵大师说，这个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有什么现在。所以有人说，哎呀，我不晓得我的人生方向到底该往如何。哪里呢？他说 I'm going nowhere， 什么意思？无路可走。心灵大师说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change your angle， 他说你只要改变一下你的角度。从哪里出发呢？ Now here， 所以 nowhere 还是 now here。 OK， nowhere就看你怎么切嘛。如果你切在前面，就是 nowhere， I'm going nowhere， 啊，这个原地踏步。那如果你切的对，那就变 now here， OK， 就是从现在。因为你的过去就是你现在的累积，那你的未来呢，也把握在你的现在。啊，所以关键把握现在。哎，所以后来我年纪慢慢大了之后，才听懂有人很喜欢讲一句话，叫活在。当下，对，活在当下，慢慢才听懂，以前听不懂，啊，以前年轻的时候觉得废话，不是活在当下，不然活在什么时候？一定是活的嘛，对，后来才慢慢听懂它，啊，来176，你建议一下 ignite， 啊 ，ignite 叫点燃 ，ign， 点燃，那下面我们看一下变化啊 ，ignescent。Ignite through the factors, ignite ignition， 都跟点燃有关。那如果你想找字根，我们讲过哪一个网站呢、啊？复习一下，讲过哪一个网站呢、啊、？E D Y M O N I R I N E Atma Online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OK， 1660年从拉丁文翻译过来 ，ignitus， ignite， set a fire， 点火。OK， 所以它从火的字根 ignis， 拉丁文火的字根。OK， 这里还有形容词用法，啊，与火有关。所以如果呢，你的英文名字想要取叫做 fire， 火，可是呢，你又觉得 fire 很熟，那怎么办呢？你就取拉丁文名字，对吧 ？Ignis， 你可以自己取啊。My name is Igni， 伊格尼啊，伊格尼就是什么？就是火的意思。上次我碰到一个设计师，他的英文名字叫 Vaca。Vaca， V A C C A， 注意哦，不是伏特加啊，但是 Vaca 不一样。Vaca， V A C C A， 那 V A C C A 什么字根？我一看他名片，哎呦，这是牛啊，他吓一跳。我说哎呦，从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所以他设计师你知道，就很喜欢搞怪嘛，所以 idea 很多嘛，所以他就自己觉得很厉害，都没有人知道他名字的意思。我一看到他那个名字，因为是学英文字根的嘛，我一看，哎，这是牛啊，这是 Vaca， 他就吓一跳，他说你怎么知道？你是干嘛的？我说我专门教字根，我被你破解了、啊、，Vaca， VAC， 那 VAC 为什么是牛的字根？因为呢，有一个字叫做疫苗，那各位有印象，小时候有一个疫苗是牛痘天花疫苗。牛痘天花为什么叫牛痘？各位知道吗？因为它的字根就是牛啊，它的字根就是牛，拉丁文字根。OK，
那为什么是牛来跟这个疫苗有关系呢？听说挤牛奶的女工比较不会得到变化，挤牛奶，因为他们跟牛有接触，所以他们发现这个牛有这个免疫蛋白质还是什么免疫什么东西的啊。我那个有一个学生专门研究免疫学的，他就研究得非常透彻。来，请一下 vaccine。OK， 好 ，the vaccine，VAC， 这跟牛有关的字根。那为什么是 VAC？ 听说这个 V 啊，就是牛头，牛角那个形状，象形字根。啊，所以其实到处都是。这里是 ignite。OK， 和 ignis 跟火有关。来，177，一起一下 integral。Integral 其实 inter 就两者之间，那 grow 做一个联想吧， GRA 注意哦，老师讲得很清楚嘛，如果是我瞎掰的我都会说这是联想，如果是字根我就说这是字根。那 inter 我就想两者之间，那 grow 我就长大嘛，所以每一个个体都非常的小，但是团结起来力量怎样大。好，来，所以微博早上有听吗？有，听一半啊，因为早上我在开车回来的路上，我还在演讲啊。那今天讲重点是什么？考你，对你听到什么没关系。啊，我有介绍这里哈，那是中后段，那是中后段，那你应该是在后段。前段没听到，前段还在万华车站的附近的时候，啊，早上讲十大免费策略，就讲营销 marketing 的东西啊，十大免费策略，其实不管你是个人或者是公司，其实都可以用十大免费策略。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课就是这样，就是免费的，还在你这 integral。那比如说云云。你之前不是在做什么手工皂吗？对吧？那你可以做几块出来免费送吗？可以做小块 sample 的，对。那大家，如果你每周都来送十块免费手工皂，大家用一用，真的觉得不错，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可能就会问你啊，哎，我要买这个大块的，而且他们那个是做公益的，他们那个是做公益，所以我们不是公益课吗？不是可以结合吗？就做公益啊，有一部分过去做公益啊 ，Why not？ 可以啊，就是你唯一的限制是你思维的限制，老师也没说不可以啊，但你没讲，所以我就没想到我就没这回事儿。但如果你问我，就说 OK 啊 ，Fine，no problem， sure。而且他做那个手工皂成分什么各方面跟外面有什么不一样？你介绍一下。考试。没有添加任何什么化学啊，没有添加任何吗？这个字是 any 哦 ，any 是0%哦，没有啊。他说好，保证没有添加任何化学，因为我不懂啊，问他啊。但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因为他有送过我啊，我使用的小小的缺点就是他用到一半会烂掉，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任何化学的那个东西吧。所以就很容易泡水，就很容易烂掉。所以是不是应该做小块一点？因为做太大块就容易用太快就烂掉。那你的一般消费者的观点啊，那还太高。有也是烂掉。对，所以这要思考一下。比如说明明是好的东西，可是因为你没有跟客户讲解清楚，有客户反而说：“哎，那还……因为我妈也不懂，她说：‘哎，奇怪。’”你小心上来，那有那只光的逻辑，就它的感觉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应该把它做个比较好的设计，比如说做成小块就好了。但是老师有分享是说，就是不要同每次都同使用同一个肥皂，就是你可能有两三个肥皂一起使用，好像不要每个人都使用同一个肥皂。不是每天就是啊，轮流是不是？对，他们好像是晒干。好，可是会这样用的人有多少？你这样用真的假的？你用几块肥皂？两块？你不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一块，各一块？好，对，所以其实是少数吧，对不对？没有，所以怎么办呢？在 marketing 上面叫做你必须教育客户，
对不对？所以你看像那个叉叉牙膏的广告，它一定叫你挤很多还是钱少，对吧？这样给我挤整排，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嘛，那就要挤多一点啊。所以这要教育的 ，OK 啊。所以什么时候可以拿来送？赶快奥运啊！下周来掌声通过一下，看看。啊，那带有肥皂，我不晓得其他同学有什么，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聊过嘛。请问你如果有任何东西给我拿来送，可以啊？那请问可不可以交换？也可以啊。那你送你的东西，那只是一个东西。如果你跟十个同学交换之后，你有十个东西可以送，这时候那个价值就会非常非常大，嗯，就不一样了。OK， 好，其实都是思维嘛。来这里是 integral。啊，那为什么讲到这个呢？因为 integral 不是两者之间吗？或者不是成长吗？所以两者结合就长大了，就这么简单。一个人就是一个人，但是一群人的力量就不一样。好 ，OK， 78来进行一下 junction。junction 其实非常简单 ，junction 就来自于最下面这个字，来进行一下 joint。joint 是关节 ，J O I N T， 关节与关节之间。好，讲到那个每天用一个，瑞士有一个手表的品牌叫 Swatch。Swatch 它的概念就是手表就是衣服，所以你应该每天戴不同的手表，搭配不同的衣服，看不同的心情。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对，因为赚七倍嘛。如果你只买一只手表结束了，没有了啊。可是呢，如果你是每天戴不同的，哎，那就不一样了。好，再夸张点，你可以叫它一号带一个，三十号带一个，对不对？一到三十号，所以每天都要带一只，对吧？我不认识一位全台湾领带最多的男人，林有田，林博士，双木林有没有的有啊，稻田的田，林有田，他有10000条领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曾经接受过报纸访问，他就问很夸张嘛，带不完啊，一辈子的，他现在还在卖。因为他觉得就喜欢换领带这样啊，来这里是 junction， OK， 搭配不同的衣服。好，179，进行一下 bilateral。好 ，bilateral 叫边边 ，later。那 later 跟边边什么关系？来，等等。later 跟边边，联想一下。啊，来 ，Judy， 你说什么 ？Later， 啊 ，late， 然后呢？迟到了站一边。哦，好，这是一个联想 ，Why not？ 好，我们不会这样做，好吧？我们是很人性化的，哈。来，这里是 bilateral， 啊，不是，因为我是那个你知道，我个人星座跟雅虎一样嘛，哈。哎，就是我们要看夸他一下，我们前面呢是射手座，我前面。后面呢是摩羯座，对，云云知道。我朋友说啊，好歹一射摩座，啊，射手跟摩羯，就我有的书算射手，有的书算摩羯。那摩羯这边是那个工作狂，那射手这边是爱好自由，啊，就书上写的不是我讲的，啊，所以呢，我们这种人就是一种个性，就是明明知道是这个时间点，但是要么就喜欢早到，要么就喜欢晚到。就不喜欢 on time， 你知道吗？就要么就是很早到，我会干这种事，就是提前一个小时到，提前两个小时到；要么就是晚一点到。但是你就觉得 on time 就被限制住。我觉得，这不知道是优点还是缺点。如果在大公司可能不是优点，因为大家会觉得你大牌。来这里是 bilateral。好，下面，所以这个 later 可以晚到的站一边啊，或者说我的联想。我现在没空跟你讲话 ，talk to you later， 也可以啊，我待会再跟你讲，你先到旁边去等我一下。好，所以这里是 bilateral。好，这一次去冲绳，我看到一个东西呢，其他地方反而没看到。我们上那个公与力岛，那个叫做爱情岛。好，其实我刚不是讲那个亚当跟夏娃吗？然后呢，他们就弄了一个钟在上面，然后你就要爬。不过冲绳最大的好处是无敌海景，那反而是岛，到处都是海景，到处都是海景啊！但我看那个神奇的东西，
就是你要上那个公屿立岛的塔顶的时候呢，你要坐一种那个有点像小吉普车，高尔夫球场上面那种小车，但是是无人驾驶，无人驾驶哦。然后我就看地上没有轨道，没有，它是绕山这样上去的。所以亚布那次没做到哈，啊，我可能是新的嘛，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好几年了啊，那可能是新的，就是我不知道它怎么设定的，就是它是绕山上去的，绕圈圈，然后它就设定到哪一个点，它就在这个云阶上，云阶上，云阶上，然后那个车不用开，那个车有轮子、有方向盘都有，但是不用开，你能坐上去嘛，然后它就会自己帮你载到山上去，反正是超酷的。所以自动车已经在冲绳实现了，只不过它路程就不是很长，它就是这样绕，它可以绕啊，对，蛮厉害的，蛮厉害的。我看它下一项你知道吗？显气鼓应该可以，可它没有应用在，就是实际应用啊，真的在路上跑了是不是 ？Google 好像也有，对对对，所以我去，我以为很落后的地方，就人家已经有无人车了。我就在好奇这件事啊，自动驾驶就是有 GPS 定位啊，卫星导航啊，它侦测旁边的空间啊，已经有这种系统了。现在你人是判断这车是有没有过程，就是一个判断。然后假设有没有撞，就是有没有机器可以同时判断100多台，100多种。上面、下面、左边、右边呢、啊？它就会同时侦测。比人安全。比人家说以后自动驾驶之后会出事的是人开的那一台。因为人会出错，人会有错觉，人会恍神，但机器呢，只要不故障，只要不故障，应该是没有问题。你讲的是考驾照的时候啊，就三两圈半两三圈那个，不是，就是他开不是像我们人类开就是只会左转，他可以判断。左转21.2度，再回来3度啊！对对对对，我就看他在方向盘在转啊，然后就没办法做到转21.3度，精准度，精准度。对，开的比人更。不过呢，这回国是从机器的角度讲啊，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个人啊。如果你去读一读庄子里面有一个叫庖丁解牛，有人念解牛啊，就是。他说他用刀子，这个剁牛肉10年刀子都不用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句中文叫游刃有余，就他总是在骨头跟骨头之间滑来滑去，滑来滑去，那个牛肉就被切开了，所以他的刀子都没有损伤。那我觉得人一般人无法做到像微博讲的机器人那么精准，但是人有一种很神奇的力量，就是。10000个小时的练习之后，艺术里面讲的哈，怪异的异，数学的数，艺术里面讲的，10000个小时的练习之后，人会出现很神奇的能力。这个是机器不见得做得到的，啊，艺术，10000个小时，啊，这本书，还有新版跟旧版。超凡与平凡的界限在哪里 ？OK， 比如说你天天弹钢琴1个小时，你如果弹10000个小时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一定就超熟了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天天这个打电动，打10000个小时电动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我站在那听他不见。OK， 好，他如果天天看日本漫画，他看10000个小时之后，他日文已经超厉害，所以啊。就是这样，他讲的就是成功和你想的不一样。很多人都以为是天生的，其实有一部分不是，一部分是练出来的。OK， 好。很多人问我，说老师你的字根，比如说那个牛，我都会想到，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看看久就会了。古人说看久就会，就是这个意思。那其实科学家统计出来，10000个小时，10000个小时。好，我有学生在做那个国际贸易。做20年，他说这个闭着眼睛我都会报关，因为他填那个资料填20年了，你说他熟不熟？超熟的 ，FOB 什么东西的哈，超熟。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这个问题怎么，马上解决？二十年经验，
好，所以一八零最后一个，讲完休息一下 ，legible。好 ，legible，L-E-G， 注意 ，L-E-G， 希腊文字根，希腊文字根 ，logo，logo， 希腊文字根。那这个 logo 后来就变成逻辑哪个字 ？logic， 后来就变成 ology， 一门学问。所以为什么它是一门学问？因为它有一个逻辑，前后连贯的逻辑。OK。然后这儿，来，待会有要练习的同学。